家里面也没有什么好吃的，我刚才煮了一个粽子，是我之前买的粽子，就剩这最后一个了。然后把这个粽子拿出来啊。这一个粽子是我上个月买的，大家应该有看那个视频啊，一直没太舍得吃啊，都是几天吃一个，几天吃一个，然后这个剩最后一个了。本来说我说我吃的，但是看到他们几个啊，又觉得有点愧疚啊，然后把这个剥开吧，这个是大肉粽啊，一个基本上都8、9块钱一个了都。家里面说实话，真的没啥好吃的，也不知道要给他们什么。然后把这个粽子给剥开呀，把这些多余的水给倒掉。实话说，我是非常想把它给吃掉的。这个粽子，我天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，里面都是肉，看到吧？看到吧？都是肉。本来我说当晚饭自己吃的，但是想到毛孩子好久没有吃好吃的了，这也进入5月份了，对吧？把这个给他们三个吧。看一下，这里有点黑啊，带大家近距离看一下。其实我是最喜欢吃粽子的，今天就讲给他们三个吧。家里也没啥好吃的，今天奖励你们吃粽子啊！回去回去，好是好，对吧？管理是管理，吃饭吃是吃饭啊，不能混为一谈，知道吗？然后把这个粽子倒到这个里面吧。给他们四处给他分一下，保证都能吃到吧。好，准备吃了啊！先把这个肉丝啊给那个小黑啊，坐那儿吧，们。好，小黑吃到了。把肉丝给了小黑啊，然后把这些就准备放下去了啊，让他们吃了。给他们找一个平坦一点的地方吧，给他们坐好。准备吃了啊，放在这儿，坐好。坐好，坐好，坐下，坐下，好，握手，吃吧，好，吃吧，哎呀，这给小辉拿出来。看小黑吃的太慢了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2、3口就没了，吃吧。不准给他呛，
那是消黑类。哎，对了吧，笨笨。哎，结束了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我都不知道到底吃了个什么，你们吃了个寂寞吗？来吧，现在才是吃主食，好啊，给你们搞点狗粮吃啊。呀，差点掉，这么多差不多了，准备吃饭啊，好，吃吧。要是我问你们刚才那个粽子是啥味儿啊？估计你们仨谁也说不出来呀，就咕咚咕咚咕咚往肚子里面咽，哎，不知道你们是咋想的。要是让我吃，我估计我得吃个5到10分钟，是不是？你们30秒就干完了，20秒啊，还是？估计放开的话，让你们10秒就吃完了，是的吧？小黑又跑哪儿去了？吃吧吃吧吃吧，欧啥来欧，吃吧吃吧吃吧。看他们吃饭真香啊！哎呀，那我吃啥呢？我又伤愁了。吃泡面吧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！哎，小黑呢？又吃饱了。回去吃吧，小花老是想跑出来，我最不喜欢的就是他这一点。虽然他仗着自己身体的柔韧的优势，对吧，能够说钻出来就钻出来，对吧，但是你不能当着我的面钻呢，是不是？好歹我们彼此都留个脸面，是吧？吃吧。把我这个碗拿回去，让他们慢慢吃吧。然后下面的卫生搞得差不多了，然后他们吃饱饭之后就回去睡觉了嘛，然后再去楼上喂一下那个毛豆啊。